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吴谨言。您新年奋发图强，兔顾纳新，祝大家幸福安康，兔年前途似锦。1月22日大年初一19:30，我在江苏卫视春晚等你，一起热闹欢腾过大年，祝大家元气满满，兔年交好运。